就明白，是我特别想连你一下，然后我想跟你说，就是最开始有很多朋友看那个你的抖音，就会有一种娱乐的心态，但是我觉得你很勇敢的做自己，然后我觉得挺棒的，就希望你能保持。来鼓励我了，谢谢谢谢，谢谢，对对对，谢然谢后谢谢。就是。我之前听了有一些人连麦，好像有一些哗众取宠的那种，就希望你不要在意。不会，其实我更喜欢那种开玩笑的，然后让我有发挥空间啊。对，然后我明天考研，然后我就学累了，我就到你直播间看了一下，然后我就跟你聊了一下。明天考研肯定能成功。行吗？必须的。我试一下吧。哎呀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不打扰你休息了，那就有机会再那什么吧。好嘞，好嘞。然后明天我以后想白天直播，好，那就先。哦，白天直播可以，不影响什么休息。对那对。以后有机会再连行吗？好呀，好呀，好呀。行吗？什么？以后有机会再连行吗？好呀，好呀，好呀。对，我在看小紫，行是吧？对，有机会再连。可以。好。是网不好吗？行吗？行行行行。好，谢谢啊，行，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哎，行。